特斯拉全新 Model Y 计划将于2024年三季度正式推出，预计最快将于同年四季度上市开售。新车头部换装了造型较为狭长的 LED 头灯组，并对下方保险杠造型进行了升级优化。另据海外媒体透露，新车也将首次推出七座版车型供消费者选购，其车身尺寸也将迎来小幅提升。而内饰方面，新车将首次配备 Model S 车型同款液晶数字仪表。另据此前海外媒体透露，新车也将使用比亚迪同源技术的磷酸铁锂电池组，并推出标准续航、长续航以及高性能版车型供消费者选购，且全系车型配备四驱系统。